好，我们开始上课了。这个上期课讲到六味地黄丸的组织症候的分析，它有两个部分构成，一个部分呢是一种肝肾阴虚的啊，这个基本基础的见证，也就是肾精不足啊，再加上阴不滋阳的虚热内扰，这两部分构成。这个方呢是个基础方，它从配伍来看呢有两对药，第一组呢以补为主的药，君药呢熟地能够滋补肾阴，又能养肝血，体现肝肾同治，也针对了肝肾同源。它呢称它能填精补髓了，不仅是治肾阴补肝血，能够填肾精啊，肾精。这是熟地作为君药，君药嘛，方中用量最一般最大，一般最大。成药呢，山茱萸和山药。这个山茱萸、山药，分别用来呢补肝补脾。补肝补脾，这个方呢说起来它三补肾肝脾兼顾的，实际上它肾肝不能说它同时补肾肝脾，而是围绕着肝肾阴虚围绕肝肾阴虚是通过补脾通过补肝来加强补肾作用，应该是这样理解这种两个说法思路不同的，所以过去都说三个同补，那似乎就是这个方里面也能补脾也能补肝，应该说它不是这个同补，是通过补脾补肝来间接的增强补肾作用，围绕还是肾阴虚，围绕肾阴虚肾精不足。山茱萸这个药酸温的，它可以补肾精补肝血它的补肾精特点呢，它酸收有个收摄肾精的作用，收摄肾精的作用，又能补肝血。山药这个药能够补脾能够固肾，能够补脾能固肾。山茱萸补肝是针对了肝肾同源呢，精血同源。山药补脾是考虑到脾为后天之本，脾气充足了，五脏六腑之精下归于肾，能够增加滋养补益肾精的作用。所以这个三味药呢，山茱萸山药是成药，熟地君药，君成药结合，体现了呢肾肝脾三阴并补，其目的是补肾是补肾，所以说它补肾为主了。那这个三补之外，这个方又配伍三泻，三泻是属于佐药佐药，其目的呢考虑到正虚之后相应会产生病理产物，有虚中坚实阴虚自愈产生病理产物的一个消除问题。第二个呢是为了这一补益药物用的时间可以长久一些，适合缓治缓图，所以能够使得补而不治治而不愈是这个意义。这是总的来说三泻的作用，既有协同作用又有呢这个佐治作用。具体来讲，泽泻这个药和熟地相配的话，体现出呢它能够泻肾浊已经说到肾阴不足可以产生肾浊，这是它的协同一方面。同时有泽泻的这个淡肾，使得减少熟地的一种滋腻有这个作用。丹皮来讲，它是一个有凉血作用，
有清热作用，特别啊，治疗血热、虚热也常用。所以针对这个虚热内扰，它可以有清肾虚所产生的虚热作用。第二个呢，它三茱萸相配，三茱萸酸温啊，入肝肾经，丹皮入肝经啊，能凉血，能够制约三茱萸的温性，能够制约三茱萸的温性，所以它也存在一个相互既协同又制约啊这个关系。用服呢，它是个淡盛利水的药，它和山药相配，使山药的补脾能够结合了健运啊，单补脾不健运，服用时间长可以使得脾胃气机壅滞。用茯苓的健运和山药的补脾呀、合作呢，体现着健运补益相结合，而且茯苓的淡盛利水，淡盛利水也可以使得山药扑而不滞，这是茯苓的含义。在佐药的三味和君臣药相配，体现了个三补三泻的兼顾，扬长避短啊，扬长避短。所以这个方的一个从配伍的这个特点来讲，就涉及到一个两个方面了。一个呢，这个方是肾肝脾三阴并补的，而是围绕的肾阴为核心，补肾为主。从结构上呢，三补三泻同用的，以补为主啊，以补为主。一般的用量特点呢，那就是说，三补为主，比如说，原方用熟地作为君药，它可以用8两，那作为成药两味药呢，补肝脾了，用4两。那作为佐药来讲，那就3两，就是说，这样体现从用量体现出一个主次，一个主次，所以它是以补为主以补为主。临床运用的时候，辨证要点呢，腰膝酸软、头晕目眩，这个是一种代表了基本的肾虚。然后阴不足不能滋阳，咽干口燥，舌红少苔，脉细数。这个像一种标准公式一样，这是在很多形容肝肾阴虚当中都有的一种实脉表现。所以它是一个补肾阴的，看作基础方一个基础方。在临床这个灵活应用方面呢，有两个情况加减尤其注意的，一个就是说六味地黄丸。清虚热力量较小，对于虚热内扰，虚热比较轻症比较适合，也适合久服。如果说阴虚火旺的，那就要用这种擅长于滋阴清热退虚火一些药结合。那特别是后面要说到的滋补地黄丸所以再加滋补黄柏像玄参这类方面。另一个呢，六味地黄丸毕竟是补肾阴的，其中三补呢，像熟地、山药这些比较滋腻，容易使气机壅滞，所以脾胃虚弱或者脾胃气滞，像这一类，容易阻滞气机，里边呢要结合一些运脾，特别是化湿行气的药。运脾化湿行气的药，这是在临床上经常用的一些针对具体的病用的一些加减方法。六味地黄丸常用于阴虚、肾阴虚为主下消症、消渴。那要增加一种补阴这个成分，
同时呢，有的涉及到一种气虚气阴两伤，也可以加补气药啊。特别这个方呢，加一点活血药的久服效果更好。阴虚以后容易阳亢，阴虚阳亢可以引起呢头晕头痛、肝阳偏亢，引起呢风阳上扰、气血逆乱、头晕头痛，所以这也是经常加的一些啊，结合一些潜阳、平肝、甚至于息风这类药物，钩藤、天麻呀、菊花、首乌这类常用了。当然，现代经验对像动脉硬化啊、脑动脉硬化、痉挛这一类呀、啊。它也可以出现头晕头痛啊，这个可以结合一些丹参、葛根。丹参可以养血活血，葛根生清阳啊，但这里呢葛根还是比较润，又有清热作用，而且现在呢在使用当中也是一种现代研究的一种辨病，发现这个药的一个在心血管方面的这个作用。因为这个啊，这个方呢作为基础方也填精补髓的作用啊，特别像熟地滋补肾精，所以对于啊一些特别老年人、老年痴呆这一类呢，它是涉及到一个啊这个肾精不足，不能生髓阳过充脑，所以要增加这个填精补髓。填精补髓药呢，像这个龟板呢啊，这个鹿胶啊这一类啊，它都是动物的血肉有情之品，所以有比较强的填精补髓作用，可以结合的。在这里特别老年痴呆这里还涉及到一个，你肾精不足了，肯定有湿浊、肾浊占据其位，所以不是光补，还要开窍，开窍化痰，啊，化湿浊这类药物，活血通络，结合，这是一个作为用药思路上啊，以六味地黄丸基础的可以这样加味。啊，加味。这个虚火扰动精实啊，既要清降虚火、滋阴降火，又要有一些芡实、金樱子之类的啊、牡蛎之类的收涩，又要收涩相结合，这也是常用六味地黄丸治疗的一些啊病种了。当然，这里呢还列了一些这个遇到不同的这个症状倾向哪个方面的一些用药，这个用药呢，在涉及到中药学学习时候也，啊，很多这个功能的都比较大家熟悉的了。但这一点就是说里边，要抓住一个本质，它是用于这个肾精不足、肾阴不足的方。肾精不足、肾阴不足，用这个方做基础方，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虚热的这种类型。这个教材上和六味地黄丸相应的一个左归丸，左归丸呢它是个三类方，三类方呢一般以这个治学为主的，但是由于这两个方啊治疗上各有特点，从治法体现上各有特点，所以简要的把左归丸呢啊，它的特点提一下，跟六味地黄丸运用当中的比较，啊，这个左归丸实际上就是在六味地黄丸组成那个基础上呢，你比如说它君药、臣药，它都是啊，前面的三味都是跟六味地黄丸用法啊用量是一致的，去掉三泻。增加了这个血肉有情之品的能够填精补髓啊，像鹿角胶、龟胶啊、
又加了能够啊，除了像补能够补肾精的菟丝子，用了涩肾精，能够滋阴养血的枸杞啊，能够壮腰膝补肝肾的牛膝，所以这个方啊，补益力量非常强，就是补阴的力量很强，说它菌补肾阴啊，菌补肾阴，滋阴补肾啊，填精补髓了，它是一种菌补啊，可以说纯补不泻啊，认为这个呢对于纠正这种啊肝肾阴虚精髓不足呢力量很大，所以也有些医家挺推崇这个补阴力大，所以说它真阴不足，也就是说阴精不足程度较重，真阴不足啊。那从表现出来的虽然叙述的这个症状和六味丸很多是相近的，真阴不足啊，也有一些虚热内扰啊，虚热内扰，但是程度来说一般要重啊。但这个方呢只宜短期服用短期服用，稍有好转了要要增加呢这个制约它滋腻的啊，这个使它补而不滞，或者有些认为啊这个短期服用长期还是要六味丸一类的来巩固了。那左归丸和左归饮差别，左归饮呢力量缓和一些，左归丸呢是这补阴药当中菌补力量最大的，所以用这个方很受限制。一般这类啊肾精不足肾阴虚的病人，时间长一点，程度重一点，脾胃也虚，所以这样的大队滋腻药品连用的话，脾胃往往受不了啊，容易造成腹胀便溏啊这些副作用。所以它的特点呢纯补无泻啊，它仍然体现出散补阴者阳中求阴了，而且是菌补法，纯补无泻。因为这里有不少药物还是偏温性的，这是这个运用当中啊脾虚便溏的不宜使用了。补阴的方呢还有一个大补阴丸，大补阴丸是朱丹溪丹溪心法上的，是个基础方啊。那朱丹溪利用这个基础方针对性的还配伍有一些相应的系列方剂了，其中像左复方虎钱丸就是一个代表啊。很少单独用这几个药来治，它反应最针对个基础病机，所以这是个基础方，它就是针对阴虚火旺。这个方特点呢药味较少，补的方法是一种啊用血肉有情之品菌补真阴，泻的方法呢也是滋阴降火力量较强的，用滋阴朱母黄柏。所以这个方啊朱母黄柏的连用应该说是在丹溪心法出现是比较早的啊，比较早的，到后来逐渐多了，最后这种连用的一个重要的归纳是到明代《本草纲目》把它归纳确定下来啊，所以还是经过了很长时间。从这个临床表现来看，肝肾阴虚阴不滋阳导致虚热内生啊，然后虚热形成虚火，虚火上炎可以说伤肺经，虚火可以扰心啊。这前面的表现呢，虚一般的虚热内扰，骨蒸导汗作息疼痛都是一种肾精不足阴不滋阳虚热内扰。下面火旺呢，火旺往往不是以啊纯肾
本脏的病变，它涉及到呢，啊，比如肝肾，啊，肝肾同病，肝肾阴虚，火旺。哎，这种虚火如果说伤肺经，那就肺肾阴虚，肺肾同病，啊，这是虚火扰乱心神造成的心肾阴虚。所以这个阴虚火旺这个症涉及到其他各脏，这个方是个基础方，经过配可以治疗其他各脏的阴虚火旺。从这个方里边，主要是熟地龟板的配合作为填精补髓，啊，滋生填精的主要结构。黄柏知母呢，是主滋阴降火，知母可以滋阴了。啊，能够清热。黄柏呢，和知母相配以后，擅长于降虚火、退虚热。当然，这四味药一联合的，形成了一个滋阴降火的一个基本的基础方剂。用猪脊髓呀，原方用猪脊髓做复形剂。这个猪脊髓蜂蜜，猪脊髓血肉有情之品，也能以髓补髓，认为以髓补髓啊，增强这个填精补髓的作用。用蜂蜜呢调和做复形剂啊，也作用调和药性的作用。这个缓和啊黄柏知母这类苦寒。当然这个方虽然有蜂蜜，那一般来讲呢，脾胃不虚，特别没有脾湿啊，脾胃不虚没有脾湿，运化功能正常才能用。如果脾虚湿运兼有痰湿，这个方不适宜，吃吃的很容易拉肚子。这是啊，因为里面缺少这个啊，这些这个理气呀、化湿啦、运脾呀 这类这个药物了。它也是一种这个比较滋腻的啊，菌补既补啊，菌补肾阴的一种这个方子了。不但这个滋腻菌补容易呢耐脾，而且苦寒药物呢如果脾虚也不适合。黄柏知母这类对脾虚啊这类也容易伤胃气，所以多数在运用的时候针对具体情况啊要组合一个方来配伍啊。这个我们教材复方叫虎钳丸啊，就是一种经过一个组合啊，使得全方呢尽量滋而不腻，而且阴精不足情况下要考虑到一些啊温阳，善补阴者阳中求阴啊，所以朱丹溪配伍当中也注意到这个，所以在运用当中像虎钳丸这类仍然是知母黄柏龟板属地者啊，但是它也是有干姜啊这类啊。这个配伍特点呢，滋阴药和清姜虚火药相配，标本兼顾，培本为主，清源为辅。标本兼顾里培本为主，就滋肾填精为主，清姜虚火呢为辅的。在临床应用方面，它辨证要点骨蒸潮热应该说比较重啊，骨蒸潮热可以导汗，这里比较突出的。从左啊左正舌象脉象呢，一般舌红少苔了，此脉数而有力，是给它反映肾有虚火，用这个来反映啊辨证的时候特别要注意肾中虚火比较旺，有这种虚火上炎。这个
随症加减注意呢，这个方虽然有血肉有情之品，填精补髓力量较大，但是养阴的用药了啊，则照顾到肾，能够结合像天冬脉冬啊，肾和胃阴啊，肾阴结合起来，可以对于这个阴虚的补阴力量更强。当然加地骨皮这里呢，退虚热退骨蒸啊更好，它这个基础方。虚火呢很容易受伤血漏啊，所以有出血的情况，那加一些收涩止血凉血止血的药。用于虚火扰动经室呢，可以加常用的啊收敛补精这类药，金樱子啊、芡实啊、山茱萸、桑票消都有这个收涩作用。在运用当中呢，这个方由于是一种菌补啊，比较滋腻，加苦寒，脾胃虚弱，食少便溏，不适合使用。它这种热是虚热，实热症候也不适合使用了。这个虎钳丸是个常用方，历来都有成药。这个方实际上就是用的大补阴丸做基础，现在一般当然不用这个虎骨了啊，因为过去像变六版教材的时候，国家中医管理局曾经通专门一个有文件通知过联合国，要求我们这个名称啊犀角虎骨不用，后来大家专门还向上要求，就是说古人用的它客观已经存在了，名称叫那个你虎钳丸叫狗钳丸都不好听呢。后来又来一个同志，就是说名称可以，你正文写的组成和方解都要改啊。所以现在这个呢啊，这个像这里的组成写虎骨，后面呢用狗骨代替。因为过去比如我们在基层工作配过用虎骨虎钳丸这类配过，或者有的呢啊这个做成啊像那个祛风湿啊治痹症这类方里配虎骨这类啊，没有虎骨配豹骨效果也相当好，因为那时候像当地草豹非常多啊，那豹很多经常伤及伤牲畜啊，伤及到人啊，这所以当地经常有豹子。我自己是在山里配药的时候，那个年代10块钱的完整一副豹骨都买到了啊。所以后来听说呢，有豹骨也不能写，好像也保护起来了。以后人们在山区用猴骨代替，现在猴也不能写，那只有狗了。哎，所以这个方在四个支木黄柏龟板熟地基础上呢，由于它是涉及到啊这个在肝肾不足阴虚内的基础上，突出表现筋骨萎弱萎症啊，筋骨萎症，所以虎骨有强筋健骨祛风湿这个作用。用狗骨这类动物骨头呢，特别细啊，虎细狗细这个作用更大，所以啊配了主要是为了强筋健骨的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陈皮在其中呢，防止滋腻。你看它结构同样朱丹溪的，在常用方里配伍就考虑滋而不腻了。用芍药增强阴阳血作用。啊，整个方偏于阴柔了，锁阳能够啊壮腰膝啊强筋骨的，用干姜来温化，还有一些温化作用，所以这个方呢适合于基础症候肝肾不足偏于阴虚的
而且阴不止阳，有内热燥是伪证，啊，伪证。这有一些像这个临床上一些，包括中风后遗症，啊，一类老年人，他有这类偏阴虚的这个特点啊，这个方可以用，效果还不错的，啊，过去胡前晚了，那一定是阴虚有虚热，这个基本类型，啊，这个基本类型。是作为大补阴丸的一个啊，作为这个基础方啊，配伍出来的一个常用方啊，一个常用方了。这个今天呢，我们讨论就到啊，补阴方面就是以六味地黄丸、大补阴丸这两个都是一类方啊，一类方。补阴方面呢，后面还有一个。啊，代表一类症型的这个阴虚肝郁症的一罐煎啊，一罐煎配伍又特殊一点，啊，这个呢，我们下次再接着讨论了。